好富有，两只狗，养的好胖哦，我天。来，哪只？这只啊，确定？哇，好聪明啊！嘿嘿嘿嘿，看哪只？哪只？这只啊，确定？你确定？没有。嘿嘿，你们溜一圈。走了，走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他不走了，你看他不走了，他劲儿还挺大的，他劲儿真的挺大的。接下来呢，就要用我们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季君子了。是这意思吗？是，还可以啊，自信的，安全一点，自信的。来吧，好了，好了，然后嘞？来，我们所有演员，现场所有演员，我们来一起合个影。来吧，来吧。八千块呢？现在什么钱？还欠的钱。哎呀，谢谢啊！你给我画的？嗯。哎呀，我天！但是这里字写错了。没事儿。真的喝两口，当然有用啊。Hello，Hello， 老师好，我是龚俊，您好。哎，你好，龚俊。哎，那个老师，我们现在正在来看瀑布的路上。我想问一下，待会儿到了之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？尽量安静一点吧，然后好好的看它就行了。反正看着它就行了，是吧？安静一点就 OK 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待会儿见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谢谢老师啊，待会儿见，拜拜。当初就是尽量不存在，那就卖萌，选一点微笑。拜拜。